你不要射我啊！没有，我要交易，你卡着。给你交易，给你交易，你先玩，先玩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找我怎么回事？去买，去买，去买，去买！哎，有死掉了，死掉了，这样有死掉了。我？什么？怎么了吗？我？我还有20秒，我可以拆掉这台直升机吗？这样，这样，这样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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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还剩20秒。可以，你可以。哇！200狂喷，200狂喷。上面还有一个狂喷。大狂喷。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可以吗？等一下，有点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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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行，小雨还活着，可恶！哇，我飞上来欸！哇，我疯狂的举着盾牌，我从坑里面飞上来，然后我没死。我刚刚说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其实是可以炸死你。这是你在炸人，为什么方向怪怪的？没事没事，我还活着。可恶，是不是应该要buff炸弹啊？炸弹升级。超大颗炸弹的个，哎呀，努力的活下来，负债很多，准备 ，Go， 耶 ，Winner， 王国生还者，哇，也是打得稀里哗啦，真的各种爆，好可怕、哦我们的帐篷那个底下的坑超深。超大一个，真的超深。哎呦，看一下哦，感谢无名兄弟。他想说，我从地底上挖下来，他怎么叠了4-5个就看到那个外面了？感谢新会员弄那里，然后后来装备有弄起来就比较稳，感谢感谢，比较能够打。我一个直接到那个冲锋队，嗯，直接过来，然后可能就甚至是隐形，然后配那个力量打，凶巴巴。没有，这场牛排有吃很多，吃满足了，满足了，够了，够了。这不是你看那个吗？自己吃多少？有吗？二零有吗？的二零有做吗？统计有吗？所以有那个统计吗？那个选项那边有一个统计，自己去看。那、啊、哪一个？选项物品吧。睡觉时，游戏时找不到哎、欸。对啊，我们饿肚子吃那么多，你也不哦物品啊，在物品有一个牛排，哎、啊，要自己去看物品牛排物品什么，在那个 EXC 统计那边点物品，然后往下滑一点，哦、有个牛排，我吃了250哦，太多了吧？你吃了一个是使用次数，要看使用次数。我吃了77片牛排，我吃了52片，然后23个煎饼果。牛排还有70跟丢弃，70是这是什么、啊？有吃饱，那使用77777，56个牛排。哦，是直接从内件那边看哦。对。嗯，下一场，下一场。好。哇。更换 IP。换 IP， 稍微等一下。哇，我第一次玩的时候是超和平的耶，大家都在哇哇哇。你想太多了，想太多了。你有没有直接刷新三观？有，我已经抓到这游戏的精。哇哇哇，咋咋咋，赌。这次还算是中等啊，中等。到后期比较能够打起来，还没有从头在那边打到底。稍后一下，我先用观众。好，这里。三。二。又在开直播。又开直播。又在开。又开，还在开，看看看，他在挣他的饲料钱，自己饲料自己赚，他的饲料自己赚，主人太废了，主人我吃不饱，我要自己赚，我自己来，我自己来，不用你了，没用的主人，
很难，自己关关自己转。没事，我已经学到精髓了，下一场会有用一点的，大概。对啦，一直挖钱 也很有用啊。真的。Hello. Hello. Moto. Moto. Hello, Moto. Oh, 音乐，你看。Hi.就是一样，这个文字频道礼拜三的时候的那个图片。礼拜三的图片，你说那两张吗？嗯，你看那群鱼人，拖超多鱼人。开启鱼人。第一张是你注意看那个猪，雌巨人对不对？哦。你第一张那个猪，你看看它前面有几只鱼。猪前面有几只鱼？就箭头左边一只猪，啊，猪的前面有几只鱼人？箭头左边，原来是叠在，那不是草丛啊？对，那不是草丛。鱼人，一坨鱼人。我再跟你解释，那怎么来的？那看起来超像草丛的，我只是草丛。感谢小红会员，来。那时候就是在拖一群怪在打的时候，不知道为什么仇恨全部跑到联盟猎人身上，就联盟猎人跟着我一起跑，跑到一半，所有鱼人跑去咬他的猪，大概估计九只吧，好惨哦。然后等到我们都，我就赶快夹石头。然后我们都逃跑之后，那第二波又去赢一群，然后准备要清的时候，那一群人又全部冲进去追猎人，所以有第二张图。鱼人通通从我面前滑过去，那仇恨也太高了吧？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。那怎么了？那个猎人表示我心里有一句脏话，不知道该不该讲。他应该觉得我在害他，可是我不是，我在练的。现在屁有了，要记得遮哦。好。记得遮。好惨哦。对啊。那个多到我还以为是只是草丛而已，不是，那是鱼人推。哎呦，相反过来了。哎呦，哎呦，相反过来了。嗯，东西相反啦。感谢欧弟斗内啊，这叫斗内，嘿，不知道了，原来这个叫斗内。这是直接死吗？这哦，你他是给很强的跳跃提升，你跳不起来。哦，都讲出来了。哦，对不起。哦，我不应该说出来的。哇，这样过得来啊？可以啊，跑一下。啊，不，就是你到方块边边，你那个效果就不见了。哦，透视布，是，啊，谁要照路啊？谁要照路啊？没有，因为我每次要感谢你们，我都要先把那个麦克风关掉，然后才能说感谢你们。抖内啊，超级留言啊，会员啊，订阅啊，这样。感谢感谢。队伍，队伍，有了。好、啊，我们这场来玩自由之海。好，而且我们会一直的拥有海豚悠悠。哇、哦哦，那很快哦，快哦很快哦。而且如果这个配上那个。水中漫步，海底水中漫步，深海漫游，深海漫游就会更快。哦，哎呦，所以如果你有这个深海漫游三，可能就真的可以当海豚了。找我跟他捕鱼。biu biu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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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iu。What happened？ What happened？
哇 ，happen！ 哈哈，好开心啊！啊，我家狗。嗯，然后要怎么盖的？爆炸是不是？啊！哎，记得选对。选对了，价格选 对， 選對啊，没关系啊，不要选啊。导游，我刚不是把你 TP 过去了，那你怎么走出去了？我被挤下去了。我们这一场也多一个小帮手，九打九，好，好，多一点，好。啊，外面在放炮啦。什么？你现在说你狗叫是放炮是不是？对啊，对啊，对个屁！我们外面在放鞭炮。猜猜看，究竟是哪一个可以安全下去呢？哎，这种多一个人。哦哦 ，What？ 这什么鬼？就选一个啊，选一个你啊，然后要选到西瓜。对。我被挤的，猜猜看究竟是哪一个？哎、欸，那个铁的骗子！哎、欸，究竟是哪一个呢？就直接一路下去了。哎，哇塞！偷骗！哎、欸，啊，不好意思，他碰到边边也不行的。哇，超难！烂游戏，笑死！哎呀，累了，累了，踩到了，踩到了！哇，不能跳哦！哇，喷到死！这应该还是可以滑过去吧？可以啊！我直接坐电梯耶！直接下楼到最底，有人在楼梯那边观察，到底是哪一个？究竟是哪一个？二零，你再不选对啊，你就去蓝队啊！二零，蓝队啊，你去蓝队玩啊！是不是很想要？啊！送你去蓝队玩！不要！不要！不要！那个是一个电梯的感觉，真的，直接冲下去了！到到。他连西瓜都不会停的，他只有某一格上面没有那个方块的那个蘑菇方块，他才会停下、啊。只有一格可以而已，其他都不行。嗯、哦，就是有 JVP 在啊，今天 JVP 有没有玩、欸？他又说临时有事，我一定觉得他一定是感受到 JVP 了。哦，他把人抛下烤肉聚餐呢、欸。来喽，好，八千分，然后自由之海永久拥有这个海豚悠游，好，那就来死打斗，噔噔，退走，退走，退走了，退走了，走，啊啊啊，哦，不饿了，不饿了，不继续玩了，继续，你要祈祷，嗯，祈祷你等一下。可以换哦，太快了，无法控制，这速度，小孩是我的吗？好舒服，繁星生小孩了，繁星，等一下，这速度不好上去啊，鼻子都不会爬了，速度超快，然后彼此互挤了，要挤哦，要挤哦，大家挤一下，国王在受伤，我切，国王你在干嘛？国王你怎么了？国王你怎么了？文静是不是啊？他一定在那边想要。有用溺水的，对。啊，我拿，我都知道你那边溺水。这里有贴，这里有贴，这里有。这里有。六了。我这边有。刚下来这边。八块，再差两块。差两块。小雨那边有。我面前了，有，大家解禁。好，解禁。我贴。哎。我终于觉得。那个戒指放在这边真的好恐怖哦！没有，他戒指现在可以拿在身上，可以拿起来换位置、哦，可以了、哦。对，
笑什么？就是、大家一直在嘴，那个作者不晓得在想什么、啊。那个、作跟作者在偷笑哦，点起来就离婚啊！太多次意外离婚，所以改了改了。明明相爱的人都被你害的，哎。白心，你家的小孩变身了，变成尸了吗？听到那个变成尸了，太好太好，他长大长大了，长大了，进化了，他还是小只的，他长大啦、啊，他只是变形而已。然后人家娃娃脸，你怎么可以这样说人家、啊？他连体型都是小朋友，我听到了他肚子饿的声音。我一直觉得听到熟悉的鱼人的声音。鱼人，黄金被挖了。哎、欸，这边很多黄金哎、欸。好啦，你们等一下，等一下换稿去挖。我等下去帮你挖。你笑什么？挖干净。你这个笑是不是瞧不起我？我的意思是说，都给你，给你。哇，既然都这样讲了，等一下如果你的钱超过十块钱，我们就看了。对。盯着，这么快，按着电。按着 tab 狂看，然后说那个奴隶有的时候有没有那钱时不时就哦超过十块了，哦超过了，哎呀，干嘛干嘛？哎，你的钱有点多哦，是不是应该？嗯，缴纳一下喽。对面有人120，中间挖了100，好，那120就是抢队友的。对啊，这个真的是不沟通，你看，你看我们酱油。是我吗？啊、都愿意把钱都给我们。对啊，我在夸奖你耶，你干嘛又骂你哦、喔？你看，现在钱12，他不会再增加了。没黄金了，还是钱超过多少他要凋零、啊？不能太有钱。对，我总觉得我玩的好像跟你对啊，下次来玩玩看啊，钱超过多少就凋零。禁止大家有钱，不可以太有钱，大家要一样穷。有钱都缴出来。银行不能存太多，存太多会有罚惩罚。嗯，怎么就会被抢啊？我们这场有这场的，对啊，这场是海豚的。嗯，哎呦，哦、好穷哦，这场。我等一下就可以有奴隶了，我这边挖到黄金，想要先挖走。去做坏事。哎、欸，哇、哦，黄金好多、哦。哎呦，小雨很会挖、哦。会挖，那是我挖出来的、哦。我没说什么，就说哎呦，很会挖、哦。嗯，感受到了一点。哇、欸，我觉得在水中都比在陆地还要快了。有上一场的压力吗？对。有。奴隶二，赚钱赚起来，钱。反正他们，下面有东西了吗？有什么东西？